学的 E 技能，这把左一比较烦，其他的还好。现在该我了。你一级学的啥呀？算了，不摸他了，摸他我们也不合适。没事，他多蓝剑挺好，先把药吃了。不知道他一级学的什么玩意儿了啊、哦？可能是个穿，我估计他一级学的是穿。哎，晕。啊，穿。那刀锋带多蓝戒蓝够吗？我跳上来，哎呦我挺能穿呐，哎呦啊，哎呦啊，我致命点炎，哎，开 E 跳上来晕，平雷闪现，吃个饼干再见，被小兵打死了你。我又回来了，我给你个重锤，穿我，你不穿我就不义，我看你穿不穿，被塔砸了，哎西吧，居然被塔砸了。这个刀妹不能养，会玩，他会玩个丁巴，他还会玩呢。当然也，这也分跟谁比，啊、嗯，会不会玩主要还是得跟谁比。那他跟飞车比，跟我们同台竞技的飞车比，肯定是不太会玩的。但可能跟某些人比起来，可能就会玩了。没得用，直接晕死。点什么点儿啊？你说你点个点儿都这么费劲，快点走，别吃经验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加辣，出招吧！像这种刀锋，基本上也就属于正常操作。那玩刀锋连这点操作都不会，还玩什么刀锋？操作英雄不会操作，那就别玩。这对刀锋来说，真都是最基本操作。这波先不打啊，这波打了可能会出事儿。先锤他一下子。重锤，卡眼儿，走位，黑，锤，重锤，开一点盐，套出来，晕，锤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升了，我操，他咋升了呢？升的我真是奇特。还好我们的兵线不错。
我也生了，我后生的，他死了以后我才生的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先开 E 就赢了。我跟你说呢，武器大师打刀锋，你一定得看好他能不能躲你的 E。你必须得等他穿完小兵你再放 E， 否则你的 E 技能被他躲了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打得过他。 E 技能不能被他躲。其实刚才那种兵线是不应该跟他打的，我也说了，我说这波我们不跟他打，但我寻思他也打不过我们，我跟他打一下就打一下了，无所谓嘛。攻速有点快，没瞧过的差一内内。我一让他杀一次就跟我来这儿，哎呀身败名裂了。我说实话就不应该给你一点点机会让你在这说我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可能再死一次，就根本就不能给你一点点机会，就必须得每把都是特别好好的跟他玩，稍微来点东西，哎呀稍微杀我一波，哎呀身败名裂了。哟，看招！425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杀了他完事出破败，我现在打不过他，他出的是双多兰，我们没有出这种血量装备，我跟他差200多血呢。你真敢把技能放了呀。你是真敢把技能放了呀，你这个 W 你敢乱交，给你牛的 W 技能还敢乱交。护甲鞋，回家，我们也出护甲鞋。我们出不出来护甲鞋？呀，我没点神奇之靴呀！天，怎么会没点神奇之靴呢？那我饼干也没有啊，我不记得我有饼干啊，我饼干呢？
装备现在比他好，随便锤他。出招吧！直接上去就乱锤。还有谁？可以呀，不玩命，还有我，爱死了！哎，别砸了啊！主播认真了，现在该我了。好好玩，他啥也不是，你这。人家这杀两波就杀两波呗，真是随便玩一玩，他得死。哎呀，死一下，耶，身败名裂了。就像我们啥水平，自己心里没点数一样。因为啥来看直播的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不是因为我们狠吗？因为颜值啊，那也行吧。看来我沈阳彭于晏的身份被发现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2600。2633。回家出三项去。不是啤酒人怒不敢言，你就像上把的弩弩似的，你说是大虫子拿红厉害点还是弩弩拿红厉害点？那弩弩平 A 又没有技能，他也不是平 A 英雄，我们的大虫子最起码还有个 E 技能呢，还能粘粘人。那啤酒人也不是平 A 英雄，他也有位移，我们这武器大师平 A 英雄拿个红 buff 粘人更好一点，他有减速我们没有啊。主要看的是这个红给谁会比较有用嘛。我现在要是啤酒人，我不拿着红，我说实话，我拿着红干嘛？我直接把他们家钟给他拆了，让这啤酒人小心一点啊，这个刀锋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完了，啤酒人死了。这个刀锋在你们眼中确实啊，他跟这啤酒人一比，这个刀锋确实是有点东西，确实是比这啤酒人厉害，但是他跟我们一比，他依然还是一个地。笑脸走遍，我靠，居然是点盐，我没想到，给我吸血！哎，老风来了，然后来个蟹手，高地拆掉没？没拆掉，差一点点。这把如果我们家四个队友都不会玩，那可能就会有点难了。
但是我们家有波尔比，这莫甘娜也没死过几回，啤酒人也正常发挥，所以他没有机会。我们600块不是1000块钱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战斗经验和路线意识，刀锋确实没你强。虽然不知道你说的这个，什么，这个什么路线，什么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但是确实是那么回事儿，好像是。这波我们不去，很有可能会团灭，很有可能，因为对面是5个人。即使波比的装备再好，他也只能是一个 ADC， 所以这一波一定要跟我来推下。牛头死就死了吧，牛头死就让他死了吧。哎呦啊！啤酒盐，开个一军，拆，他追牛头的了，让他追。我说实话，俺俩这一波吧，就是再拆一下就容易死。走吧，确实我们俩比较肥，其他人死就死了，那牛头跟那个莫甘辣那都是混子，啤酒人死也是个混子，我们跟着波比别死。卸手了，还有谁？回家，我们大龙。可以大龙，直接大龙，打完大龙就随便送。下边王行不行？来把上单桌比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打大龙能支持他们送好几波呢，送3波都翻不了盘，没事。打完大龙就可以随便送了。出招吧。还没了，剩个主基地。先把这刀锋杀了，他也没啥防装，他要第二件装备能出个蟹手还行。
正好把他们家所有的塔全拆了，上中下。是一座塔，刚刚好。